没错，不满足我的要求，我们就没了他了。咱们这件事说完了，再聊聊你打人的事吧。徐家姐，赵鑫给你许了什么好处，能让你连亲爹都忘了？别再打了！你们想怎么样？滚！嗯，还挺辣，旭哥就喜欢这样的。兄弟，哟，英雄救美啊，这是。好久不见，搞了半天原来是你设的局。这是，我叫赵甲弟。赵甲弟，你好。到了，你直接说吧，怎么才能放了？放啊！你来带他。你玩我？嗯。最讨厌别人骗我。你要怎么才能放了他？陈文雄，我让你不得好死。